是否听过？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命名为辽宁舰。眼看要撞上了，哈，这一杆拉起来，喊了一句打掉了。否则将遭到拦截。跳动的声波可曾惊住你？你是否见过？任务的海军舰艇编队29号赶赴也门，执行撤离中国在也门人员的任务。祖国万岁！4月12号上午，中央军委在震撼的画面可曾触动你？海军方队沿着东长安街过。解放军3支医疗队450人分别从上海、重庆和西安三地。海军3型主战舰艇长征18号艇、大连舰、海南舰23号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集中。你是否错过梦想的种子？可曾生根心底？敬佩、向往、不甘，别再犹豫。别再彷徨，梦想一直在那里，荣誉一直在那里，站位一直在那里。现在，请与我一同即刻出发，即刻出发，隐秘生前，海底需要你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潜入龙宫，感受大洋寂静。一条艇，一杆枪，你的存在就是对敌人最大的威胁。即刻出发，踏浪远航，海上需要你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驾驶钢铁洪流，乘风破浪，驰骋海疆，即刻出发，冲上云霄。海空需要你，在这里，你能欣赏飞沙起舞，与战鹰同在，放飞梦想。即刻出发，抢滩登陆。海疆需要你。在这里，你可以上天、入地、下海，3栖精兵，陆战最强。即刻出发，点火导弹，海岸需要你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守卫万里海疆，海岸霹雳，利剑在手，锁定，发射，即刻出发。教研一线，院校需要你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遨游知识海洋，与一流人才助大国重器。大海在召唤，即刻出发。海军执照军官等你加入。